讲伫台东的太麻里发现上路，而且是世界上也未出现过的新品种，有机会会当予台湾这种特有种的上路大量生产，将作当地有经济价值的新作物。啊，发现这个原生上路的地点是伫台东太麻里农委会试验林区，最近两个月已经陆续发现将近20粒了。生长80年的印度科丘林区，暗中着饭桌顶的旋转乌香露，伫土内面一直挖，果然发现伊珍贵的踪影。我太太第一个挖到的时候，他以为是土块，就把它搁在旁边，还好被多瓦看到的。也比对过 DNA， 它是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才把它命名一个新种。我们也想说把它命名叫热带松露，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，蛮特别的一个种。这一粒一粒的松露是世界还未出现过的新品种。民众发现后，研究单位又陆陆续续在当地发现将近20粒，代表当地环境确实有这个机会，和台湾特有的松露会使生团。这些新种的话，因为气味不一样，生长环境不一样，我觉得如果要建立宁夏经济的话，适地适种，应该以我们台湾原生的松露为主。为了营造适合松露生长的土，研究人员特别在土内面也浇花，调整变成偏碱性的土。估计明年开始，透过技术的移转，八年后，嗯，嘛会使变成商业化来量产，建立出台湾松露的产业。